大舅哥，你作啥呢？你们那商事铁门已决，再抓一个舞弊就上庭了，眼尖子就翻盘了。你上来就把牌桌掀了，大舅哥。 我也不是三岁小孩了，你上来就砸，你这是以后谁还带着我玩吗？以后不干了，丢死人了。方三，你太让我伤心了。你吃喝嫖赌，你哪样不沾？你还知道丢人？ 我不是现在没有金香吗？我在想办法挣钱。耗子那么大一个个子，它不要吃，不要喝。你给这个家挣什么钱呢？就知道在外面瞎混。耗子都快饿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给它留方便面了吗？ 碎子儿一天就吃完了。你给他吃的什么面条？啊，不是，你看，你看这日期，就是这样的面条，都过期快一年了，你还要拿给耗子吃？你说。 你是什么人？有那么严重吗？这耗子也不是十二三岁长身体。再说了，他是个傻子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啥也干不了，长那么多肥肉做啥？你做啥？我知道我妹妹为什么那么恨你，她是心疼耗子。 耗子从今天开始就留在我身边，你不用管了。大舅哥，大舅哥。 你把耗子带走，我还剩了。就是什么，现在又可以出去发了。嫂子，凡事啊，真得想开点儿。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。这些年我经历了那么多啊，我算是彻底看透了。哎，再怎么说，你还有田大哥。 还有光明在你身边，光明，对啊，有光明，嗯，你看有什么事儿啊，还有邻居，像我这样的老朋友来帮你，放心吧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。光明，嫂子，其实我挺羡慕你的，有什么呀，都不如有个家，你看。
这样这日子心里过得多踏实啊！哎呀，当年啊，我就是太矫情，我现在啊，我就希望，能像你们家这样过日子，多好啊！我就希望啊，我身边能有一个贴心的人，他对我好，我对他好，互相照应着。 说说心里话，同林哑巴。不是，田嫂，你，哎，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？我看你这心里有什么都明白。你不会是装疯逗我玩吧？啊？回来了。 方三了，耗子呢？耗子在隔壁睡觉呢。对了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听说呀，那个省疗养院，有一个袁大夫是从美国回来的，对田嫂这种病啊挺有研究的，咱们要不要带田嫂去看看呀？看什么？对路吗？对田嫂有帮助吗？啊，那我的意思是说呀。 咱们啊，先带他去听人家专家分析分析。哎，如果对路呢，我们就治。你说呢？那也好，田嫂要好一些，老田父子回来也会高兴。对对对，哎，那我就去先把号给约上啊。 这耗子呀，还是得跟你过。他那个爹太不靠谱了，这耗子要是跟着他，还不得饿死啊？今天太晚了，小美那边我过不去了。你先回去吧。嗯，行。小美啊，今天没有表演，今天肯定住在学校，明天把她弄到我那儿去住。童林。 要不你明天甭去了，哎，你看咱们俩人这么你来我往的多折腾啊，明天我去劝劝他，能行吗？小美现在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。对呀，他的脾气随你倔得很，你们俩现在这么僵上了。 我去劝劝他，给他个台阶儿，没准儿他就下来了。也好，你去试试。小美如果不去你那儿，你要是说服不了他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就是绑也要把他绑到你那儿去。你看，你看，就是你这种强硬态度，把他给吓着了。 干嘛去了？去神话。你不是不去唱歌了吗？爸，你不喜欢我赚的钱，我去消费总可以吧？做有钱人家的女儿，不就是这点方便吗？来，你坐这儿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也年轻过，也像你这么大过，也冲动过，但是呢，也明白。 生活的本质是什么？是那个石君迈，你看他在台上唱歌挺有光彩的，离开舞台他能是什么？他什么都不是。爸，那他还得是什么呀？我觉得他这样就够了。我什么时候看他，他什么时候闪闪发光？还闪闪发光？哼，那是不是因为他靠在我身边啊？
你让他过那些粗茶淡饭、柴米油盐的日子试试，他还发光，发毛差不多吧？行啊，爸，那你就让我去试试呗。我要是出去撞了南墙回来，你怎么撵我，我也不走。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你让我去哪儿我去哪儿，出省出国去火星，嫁鸡嫁狗嫁猴子，谁钱多我跟谁会，哪儿钱多我往哪儿砸。但是你得让我出去知道我不行，让我知道没钱我活不了，让我幡然醒悟回来抱着您的大腿，求您别让我走。爸，到时候您得多得意呀。我不可能让你撞了南墙再回头，我不愿意让你吃那苦，我也不愿意让这个石俊迈踩着我的肩膀去摘我种的桃子。爸，我妈要是跟外公听到您这话，估计得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。你命比她好，石俊迈可能不爱我，但他也没有那么爱钱。给我站住！怎么才来啊？老师拖堂了，5点才下车，还赶上堵车。我找肖经理谈过了。他怎么说呀？铁嘴钢牙唱高调。不过在我的意料之中，说就是爱财，也不知道我住哪儿。那没准儿他说的是真的呢。我也希望是真的，但是说服不了自己。那怎么办？静观其变呗。反正在学校他不能把你怎么样，在家跟在这儿，我的眼皮子底下，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。别担心，有我呢。可还有一件事我挺担心的。什么事儿啊？我爸上回走了之后啊，就一直没联系。他不会真生我气了吧？他也挺没有揪着心的。不会，天底下哪有父亲生自己女儿气的？这样，等我这个周末陪你一起给叔叔去解释解释。哦，我觉得他对你有偏见，解释应该行不通。嗯，叔叔对我没有偏见，他的偏见是在这儿。这样，我见着他呢，我就这样。我说，叔叔，我和小美一样，都是出淤泥而不染的纯洁的好孩子，你怎么能对我有误解呢？行吗？不知道一会儿上台要打嗝该怎么办呀？你要到台上打嗝，你就唱这首《孤独的牧羊人》。累，好累，累，累，哦哦，累，好累，好累，累，好累，哦哦。
力气。真相才明白，将包容与爱不违背，平淡才是最美。干嘛呢？笑得这么开心？怎么不笑了？带我一个呗，大家都是同龄人，我的幽默细胞跟你们一样多。我们当然不建议多一个人陪我们一起笑，但是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，你能回避一下吗？你看什么看？小姐，刚刚是你撞的我。啊！酒洒了是不是？哎，对不起啊！哎，对不起，我忘了洒了。我陪你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去换一杯就行了。哎哎！这次我将一去。瞧不起我是不是？觉得我赔不起是不是？不是不是不是这意思，小姐。我问你，你撞我还是我撞你？这我也说不清楚。是否好？这次我撞我？赔我2000多的外套？不是这样的，小姐，刚才是你撞的我，你撞的我。这就对，是我撞你。走，没钱。小姐，没多少钱就算了吧。深处人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下回不够不够赔。你这不是有病吗，小姐？没病。我将远去的脚步，有钱图高兴。碎了6瓶啤酒，1瓶 whisky， 一共860。哎，不对，刚才还有一杯新加坡司令和一杯血腥玛丽，算算一共是958。叶总是咱家贵宾，能打8.8折。不打折，按原价，不够我再退2瓶。好好，那不打折不打折。有密码吗？没密码。有密码就有钱人吗？我不去。不可能，给我刷。不是叶小姐，余额不足。别放屁。宝宝，这卡确实刷不出来了。没钱刷脸行吧？我爸不是你这儿贵宾吗？不打折，记账。宝宝，你也知道我们这从来不赊账的。你跟我讲规矩？你就是我爸的狗腿子，是不是他让你把我开除的？这卡是不是你给停的？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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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这个本事。老叶，你够狠！你报不报警？你不报警，我回家了。哎，宝宝，宝宝，你爸一会儿就来接你了啊！你先坐。狼狈为奸。快快快！爸，你知道什么叫信用吗？有信用的人不用卡，我好模好样的出来。哎，小美，哎，放霞阿姨啊，你们聊，我在这儿待会儿。好，啊，你怎么了？那个是你爸让我来找你的。我爸？啊，那个他有点不放心，让我来接你。接我？啊。您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我来没多长时间，我就怕你们早散场。我爸真是，您也真是，还非听他的，大冷天多折腾呀。啊，没事儿，小美。你跟我回去住吧，你爸他不放心。我知道，可是放下阿姨，我真不能跟您走。女儿，
大三届，是一个音乐高材生，到现在在我们学校都是风云人物。是吗？嗯，得了好多奖呢。哦，阿姨，我跟您说啊，他在夜总会真的只是为了谋生赚钱。嗯，而且我们俩都有共同的音乐梦想，还说要搭档一起组乐队呢。他真的是一个特别能吃苦、特别努力的人，不是我爸说的那种小坏蛋。嗯，这孩子看上去确实挺正派的。我知道，我爸是为我担心，石金麦也一样，他也老提醒我小心着点儿。嗯，这为了我呀，还找校经理谈去了。可是我爸呢，就非认准了说夜总会没好人，压根不听我解释。哎，小美啊，这事儿你真不能怪罪你爸。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一代人啊，就这个思想观念啊，都比较保守。就这种地方啊，接受起来确实它有点慢。哎，不过你说的对啊，在这个地方干活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。你不是也在这儿干活吗？是啊，就是。那这样，这事儿呢，我负责回去跟你爸解释。但是，这住宿的问题，小美，你还是得到我那儿住啊。阿姨，那多麻烦您啊！你想啊，我每周有三次得午夜场，到家都一点多了，那您还休息不休息了？您要真相信我，就同意让我住在那儿。这守着公司提供的方便咱不用，而且石君爸还能保护我，我们俩在一块儿还可以创作交流什么的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嗯，这倒也是啊。不过你爸那边，我爸那边，所以啊，阿姨，您就先帮我瞒一下吧。等过两天，我跟石君爸一块儿回去看看我爸，好好跟他解释一下。要是我爸知道石君麦的为人，也就不会坚持这样了，是吧？好吧，我去跟你爸说。嗯，不过我告诉你啊，你告诉那小子，他要是敢欺负你啊，爸得跟他玩命。知道，您放心吧。他呀，惜命。行吧，嗯，天都这么晚了，明天还得上课，你们赶紧走吧。谢谢阿姨。没事。嗯。哎，你们说今天奇不奇怪？都这点了还没起呢。都九点一刻了，大妈今天还真是格外开恩。查寝了啊！查寝了，查寝了。查寝？哎呀，妈呀！小美还没回来呢，还有什么班啊？3413的人都在吗？在。嗯，小美不在，小美病了，回家看病了。生病了？怎么都没跟我请假？嗯，发高烧，所以走的特别着急。通知他，今天晚上查寝所有没在的人，明天必须找我报到。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赶紧回学校，刚才你们宿舍那个朵朵发传呼给我说，昨天晚上查寝被发现了，露馅了，让你赶紧回学校找老师。嗯嗯，我正要回去呢。要我陪你吗？不用了不用了。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神话见吧。路上慢点啊。
停！哎，小明啊，这个地方啊，你要收着点儿啊，不要只给啊，要留有余地啊，这比你直接喊出来要好得多了。在这个地方，童美就做的要婉转一些，啊，你让童美给你做个示范啊，童美，哎，童美，小美，童美，童美，不是，叫你，到，哎，你来给小明把这段唱一唱，示范一下，唱。小美，进来。胡家少，您找我。啊，坐。美啊，最近家里还好吗？啊，还好。嗯，听你们辅导员说，你最近经常夜不归寝。啊。我。是去歌厅唱歌了吧？其实啊，我早就想跟你谈谈了。赚钱本身不是错，但是我总觉得呢，眼前利益和长远规划应该有个权衡。你资质这么好，不要因小失大。胡教授。是不是家里遇到什么事儿了？胡教授，您能帮我跟学校申请一下吗？我每周有三天必须住在外面。为什么？我跟一家歌厅签了长约，三年都得驻唱演出。小美啊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胡教授，我给您添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。归寝的事儿啊，回头我跟你们傅老师说一声，你家里有特殊困难，应该不是问题。但是啊，三年的时间，你太辛苦了。学业荒废了不说，你每天这么连轴转，身体也吃不消啊。没关系，胡教授，这我能行，我身体素质还是挺好的。嗯，让我想想这事儿。先回去吧，啊。嗯，那我先走了，胡教授。嗯。爸，给您端杯咖啡。喝。哼，还给我煮咖啡了。加糖吗？没事，放那儿吧。怎么了？我怎么有点不习惯、啊？爸，我平时对您关心太少了。啊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嗯。爸。嗯。我要离家出走。
出走，往哪儿走啊？我要去找石君迈，我要跟他私奔，我要试试这苦日子到底有多苦。只要我活着，这事你想都不用想。爸，我怀孕了。 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嘿，真的。爸，我骗你，但你要是真拦着我，我就真怀孕给你看。到时候石君迈这个穷女婿，你认也得认，不认也得认。你何苦不放我去他身边？也许我真不是那吃糠咽菜的料，到时候哭着喊着求您带我脱离苦海，该有多好！嘿，站住！ 喂，有拦住他！你干嘛去？啊？你要干嘛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一步也不许迈出这大门。小黄，把他拉回来。奶孩子，别玩了啊！嗯。乖，多难听。好啊。 能动弹吗？能。来，我帮你看看。嗯。好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在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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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
走了，走了啊！哎，没事了，走了，我们换家医院。哎，走了，走了。啊，谢谢。哎呦，我说呢，这些日子打电话找不到你，来店里也见不到你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对不起，我真是忙昏头了。这一件事儿啊，接着一件事儿，这不，刚忙着呀，把那光明送到北京去，我这又忙着照顾他们。今儿啊，要不是因为那田嫂啊，害怕医院啊，我们这会儿还回不来呢。哎呀，小美这事儿啊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这么好的一颗苗子，老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夜总会里，那学业就毁了。谁说不是？哎呀，可眼下真没别的办法。小美这孩子有情有义，知恩图报，她认准的理儿啊，谁劝都没用。那我找她爸爸谈谈。别别别，千万别去找他。我跟你说啊，父女俩就为这个小美去夜总会事闹僵了。我好容易劝着他同意让小美在外边住，结果你们学校又闹这么一档子事儿。这时候你去找他，这不是给他上眼药吗？佟林为这事儿啊都快憋屈死了。小美去夜总会这件事儿啊，他比谁都不同意。可是，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。再说，他也不能眼看着光明腿残废，不能看着老田他们两口子无家可归。所以啊，这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是是是。啊。哎，你拿去吃吧，我有了。给他。哎，给我呀，让我吃啊！哎呦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好好好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个师兄，毕业之后呢，改读心理学。他现在在瑞安医院有一个项目组，专门用研究这个音乐疗法，
对于癔症病人的疗效。你是不是说的是袁大夫啊？对呀、啊，袁文才。哎呀妈呀！哎，我们啊一直就是想找他，可是他那个号啊已经排到好几个月以后了。你认识他呀？哎，我认识认识，我师兄嘛。要不我跟你们联系联系啊？哎呦，哎，太好了，胡教授，这事儿啊，你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。给，吃橘子。你好，你好，上车吧。我还要上班，再说了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吧？叶宝宝刚才差点离家出走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如果我不是及时拦着他的话，估计他现在已经去你家了。就算你不在意，童美也不在意吗？上车。你想要说什么，可以开始。拒绝一个迷恋你的姑娘，很不容易是吧？还好，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是不是很多事情怎么解决你也知道？您请教。离开这个地方，在叶宝宝面前消失。叶先生，我想您真是太逗了。因为你女儿对我莫名其妙的好感，就让我离开奋斗了这么多年的城市。那我如果要是不消失的话，你是不是就得消灭我呀？感到威胁了是吧？时间不用太长，俩月。等叶宝宝出国了，你就可以回来了。可以回来？我凭什么去啊？你是不是舍不得离开童美啊？对，一天也不行。那如果我要让你们一起走呢？你觉得您真的能控制一切吗？回去和童美谈，谈完了之后，安排你们走。您还是把精力都放在女儿身上吧，童美是不会答应的。那就等我消息。童美，哎，君麦，你也在这儿呢。肖经理找你。找谁？找谁？找你。嗯，好，我这就去啊。啊。应该挺好吃的吧？老肖找他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有我在呢，总归不是看上他了吧？三明治挺好的，好吃吗？不是你的。哎呀！肖经理，哎，小美，来来来，快来坐。这演出快开始了，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那个不着急，是叶总找你有点事儿。啊，你们先聊，我先出去了。童美，来坐这儿。叶叔叔，叶叔叔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找你还真是有事儿。我希望你能帮我。这可不行。你别着急，你坐下来听我慢慢说。叶叔叔，这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会帮您，但是。我不可能说抛下学业，抛下我爸，一个人消失那么久。你学校不是马上就放假了吗？并且也耽误不了几天时间。不是还有石君迈陪你吗？那就更不可能了。
那跟私奔有什么区别呀？我爸要知道了，会生气的。你和石俊迈本来两个人就是互相喜欢嘛，并且你也不希望被叶宝宝这么横刀夺爱吧？那是两码事儿，互相喜欢跟谈婚论嫁还隔着大江大海呢。再说了，他要是真喜欢，谁也夺不走。如果他三心二意，强留也留不住。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？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？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？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？